Francis Young， 来自台南，说真的，今天是我们上过最大一个舞台，超爽的。从高中开始，我就是那个金属教的传教士。好，每认识一个新的朋友，说：“金属很好听。”我今天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对你们传教了，耶！拿出你们的魔鬼脚，后面的朋友，把你的食指跟小拇指举起来。对呀，下一首歌，《古拉丁》。